刚在 FB 公布了全新合作哦。我操，居然是初音第二弹。不对，不是说是新合作吗？初音过去合作过，这样还算新吗？好啦，不过这个让伤害崩坏的始祖终于有后续合作了。神魔里也有存在着不少音游玩家，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天大喜讯。想到去年还曾经因为初音的歌曲闹过一点小风波，希望这次跟初音合作歌曲的部分是真的有谈好。然后官方有提到全新合作，也就是初音第二弹会在10月9号礼拜一正式开始。下礼拜10月2号礼拜一是先复刻合作的卡匣，还有抽卡几率提升的部分。这边先不负责任盲猜一下，一弹应该也会有技能上调，可能就是比较圣斗士模式啊，就是让一弹可以有当前的一些生存力，但主要游玩可能还是会着重在二弹。至于那个超猛初音龙克会不会复刻，也是值得大家期待。又或是说初音是当初伤害崩坏的开始，会不会这次的第二弹又是另一个崩坏呢？例如说龙克更猛、超屌生存率或是超高倍率，都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一下哦。今天主要就是把这个合作消息带给大家，大家对于初音未来还有什么想法，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